师。那之前我有去募资平台买了一只 Halo 智慧型手表台湾版，那终于在8月28号，大师收到这款智慧型手表。那因为大师有在健身，所以这一款可以算你的卡路里跟心跳，随时侦测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大师想要买一只来玩玩看，因为它入手价格不到1000块。啊，它里面开箱就长这样，因为它的包装其实很简陋啦。好，它本体长这样。那我们来开机看一下吧。包装它附的东西就两个，说明书跟一个专属的充电线，那是磁吸式的。那其实打开之后，它的闻到那个塑料感其实蛮重的。那是它的背面是长这个样子。其实以整体的外表外观，其实还蛮漂亮的。把膜撕掉吗？磁吸式的充电线长成这个样子，然后它就是靠过去，它都可以充电的，就这样。但是呢，它有规定的方向，它不能这样，啊，这样吸不住的。它有一个规定方向，它一定要在这一侧，它一定要在这一侧。为什么是这么硬性规定啊？好，那手表的功能就是我们要按右边这个按钮，按一下打开，按一下关掉，所以你每次操作都是按一下。然后我们可以进去之后呢，往左滑，可以看到你的步数啊、公里啊、卡路里，然后跟侦测心跳。那这个侦测心跳呢，它是一直在侦测的。你可以进那个它的 Halo 的 App 里面，把这个心跳把它关掉，然后再来就是睡眠的时间，那它会记录是浅眠还是熟睡。OK， 那它可以设定，就是可能10秒之后它就自己关掉，那这些都可以做设定。好，那往左滑可以看到所有的功能，然后跟天气放松，这个就是你的吸气放松。然后我通常会用的话，就只有运动了。好，你看哦，往上滑会叫出状态、心率、运动、天气、睡眠等，然后消息啊、音乐设置，它我不确定它能不能用把音乐记在里面，应该是不行啊，因为它应该是连手机去控制手机的音乐播放。然后再来是更多，这个更多的话就是有码表怎么糊掉了 ？OK， 有了。码表啊，倒数计时啊，寻找手机啊，然后呼吸训练，就刚才那个吹气。那这些东西，你要倒数计时，你都可以自己去做设定。就是你可能要做煮菜啊，或干嘛的，或加你要加多久都可以。然后码表，然后重置，然后返回，往左滑返回。像刚刚那个码表啊，就是你码表功能就按一下，它就开始计时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运动健走啊，跟室外自行车，我们选健走，按了之后就开始计时了。OK， 它就算你的公里数跟你的心跳率。然后要暂停的话，就是按要压着，不用压着。按一下就可以了。手机的才要压着，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手机。然后它都会传到你的手机里面。那它把它记录的时候，如果你只有用手表的话，它跟手机 APP 连接的时候，它不会把那个记录移到手机里面。我都是用手机开启两项功能去控制手表的运动，它才会把你的心跳记录到你的 APP 里面。然后
再来往下滑的时候，它有一些寻找手机啊，寻找手机，然后你的手机就会亮，就会响，就会亮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亮度，亮度有四个而已。我跟你讲，有时候触碰有点不太灵敏，返回就是按一下，然后你返回其实也可以往左滑了，然后设置表盘，表盘有很多种模式可以选，几种模式啊，但能不能就是下载新的样式，这个我还不确定。那目前我是用预设这个，我觉得预设是算是最好看的了。OK， 然后往下，然后再来是这个，这个功能我还不确定是什么，看起来是夜视，但我这个没有在用。我现在才用差不多两个礼拜，大部分就是用亮度，不是亮度啊，运动，然后跟步数、卡路里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手机的部分。哦，手机要下载 Halo 的 APP， Halo Fit。好，那它可以记录你的心跳啊，然后你的睡眠时间。那我们先看一下心跳。心跳记录，点进去，然后上面可以选择你之前的日期啊，你的心跳速度。然后看早一天有在运动哪一天好了，应该是这个。然后我那时候是在晚上，大概是多久的时候？是这一天吗？看一下，好，不管了，反正就是它可以记录你的心跳了。然后它下面都会显示，它的那一天的平均心率啊，最小心率跟最大心率。好，再来是睡眠时间，睡眠记录啊。然后我就带一天而已，睡眠记录就用一天。然后这一天就是它可以帮你看你的深睡、浅睡跟清醒。然后深色的就是深睡，大概两个小时，它就不同的区间啊，我不知道它怎么计算出来的，不过这个可以给大家参考。然后再来就是运动，那运动呢？运动它只能有四个，上面只有四个可以选择。然后你要按加里面，把你要的加进去，把其他的删掉。比如说瑜伽，然后就把它加回来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按保存。然后我看一下之前的自由训练，然后这是我大师去中午训的时候所记录下来的部分。那先随便选一天，然后他可以看到，我总共时间花了56分钟，消耗多少卡路里，然后平均心率跟最小心率是多少。再来是图表，那图表的话就是你的心跳数啦，大部分都平均在100，心跳在100，然后就可以做一个记录。那你心跳有没有变高或变低？然后在跑步的话，心跳就比较快了。跑步的话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30秒，大概30秒一分钟间隔，然后休息跟快跑，所以你看到我的心跳幅度很大。所以个人觉得它的心跳数还算蛮准的啦，所以给大家参考。然后这一款手表是在集资早鸟时候买，我记得是790块。所以我觉得还蛮划算的，因为我原本是要买 Garmin 的手表，但 Garmin 的手表就蛮贵的，所以原本想说先买一个便宜的运动手表来玩玩看，就选了 Halo 这支运动手表。那再来就是，如果我要控制我的手表一起跟手机的 App 做连线的话，比如说按 Go， 生日牌按 Go， 3、2、1，哦，它都会记录了。在记录，那这个时候按暂停的话，就是要按着，运动已暂停，然后按结束按着，因为怕你误触嘛。然后如果运动时间太短的话，它就不帮你保存数据。运动结束，好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款手表以外观来说，大致都觉得算是不错的。好了，那这期的介绍就到这边了。那喜欢我们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。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
那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讨论，谢谢大家，自己收看，拜拜。